就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尖叫声，欢迎魔法世家的面膜代言人英图安周柯宇，哎，欢迎柯宇，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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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宇啊 ，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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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宇，欢迎，好，请坐请坐，好，欢迎来到魔法世家快手官方直播间啊，那赶快跟屏幕前期待了很久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在二号机位，嗯。Hello， 大家好，我是英图安周柯宇。好 ，Hello， 哇，真的是今天被你真的这一身造型帅到了啊，帅不帅？帅，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帅气，有这种英伦风的感觉？然后我看到你就觉得像是，感觉像是从霍格沃茨那个魔法学校里面走出来一样。然后呢，这一身跟你也非常的搭配，嗯。谢谢。嗯，好，那是不是因为今天来到，因为我们魔法世家嘛，是不是因为今天来到了魔法的直播间，所以你在穿搭上面会有一些呼应，包括绿色也是我们的品牌色。对，嗯，魔法嘛。嗯，对，有一点小小的魔法。那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哈利波特》这部电影？有啊，有啊，有。也有看过是吗？对。对，嗯，然后呢，这部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啊。那原著我也是自己看了好几遍那个书。然后呢，今天你以这样的造型出现在我们魔法世家快手直播间，感觉是不是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有那个魔法味儿了啊！那你平常因为我看到一些生图，就是你的这个穿搭都搭配的都非常好。那我不知道你日常穿衣的风格是怎么样的？我平时穿衣就是比较图方便。方便。对，因为我们经常就是都是一些排练的工作，然后没有需要你太正式着装的那种场合，所以我一般就是出门前首先要挑就是能够活动开的衣服，方便的，然后它就是方便穿上，方便换就好。嗯，就是舒服休闲为主，对不对？对。然后呢，你因为你比较高嘛，有1.9米，那会没有约等于。好，那有没有一些就是穿衣上的烦恼？因为我看到就是社交平台会分享一些你的生图，然后呢有不同的穿搭，但是好像裤子都稍微有一点短，裤子都略短。对，嗯，因为就是我比较瘦，嗯，然后经常就是会。比如说选裤子的时候，他会，我如果想要他那个裤长够长的话，他的腰就会胖啊，腰就不够了。然后腰如果够的话，他那个裤长又短了。对，然后如果对是的，对，然后衣服也是经常会短一点，袖子会不够，然后要么就是这种抬不起来胳膊这样。嗯，所以可能要增增肥了。好，那今天呢，可以来到我们魔法世家快手直播间呢，那我们也是品牌方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惊喜和福利。那现在可以跟我一起来给大家揭晓一下，看看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好不好？好，首先呢，就是我们魔法世家的镇店之宝绿豆面膜，当当，这里可能后期要配一个特效啊。那这个绿豆面膜呢，一个是旧版，这个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版啊，有两个版本，我们都放在这里，以及我们人气非常高的逆时空黑面膜啊，逆时空黑面膜。那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呢，有非常大的优惠力度，以及我们的福利会送给大家啊。来，那这个也是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展示一下这两款面膜，你都有用过吗？我都试过，我都用过，对，都有用过是吧？对对对。然后呢，绿豆凝膜是清洁的，清洁面膜。嗯，对的。然后这个面贴膜它是一个抗初老的成分的，对，里面有抗初老的成分啊。那除了产品之外，当然还有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的我们的柯宇的惊喜礼品啊，马上我们来拿上来看一下，当当，就是我们柯宇的明信片，印有你形象的明信片，然后还有卡套，还有卡套，没事好，谢谢。来，明信片，你来，都是我，对，都是他，都是柯宇啊，还有我们的卡套，以及Q 版的这个人形立牌。今天好像道具有点不太听话。好，还有 Q 版的人形立牌啊，这个也是今天会随着我们的产品直接去送给大家。还有这本照片书，然后这个照片书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惊喜吧，算是。然后里面每一张都是你的大片，就之前我们在拍 TVC 的时候拍过的。嗯，这里面你最喜欢哪个造型？我看一下，这么多里面，
有很多，有这个其实是十多页，嗯，对，蛮久以前拍的。这个动作还挺有那个魔法的感觉的。啊，那就这张吧，那就这张吧。它比较有魔法的感觉，就它吧。嗯，那这个是拿着绿豆面膜，那可不可以现场给我们重现一下这个姿势，可以吗？重现一下这个姿势，嗯，正好这里有绿豆面膜。我当时是怎么摆的？好，自己都忘了。来，拿着我们的绿豆面膜，给大家重现一下这个姿势。好，我们摄像老师也准备一下啊，给柯宇一个镜头。OK， 三二一 ，OK， 好，好，非常的帅气啊！那这么多的惊喜的礼品，大家喜不喜欢？喜，哦，好，这是隔空啊，所以没有人回复我哈。大家喜不喜欢？喜欢。想不想要？想要。想要啊！来，喜欢的、想要的，记得在屏幕上一定要来跟我们去互动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呢，不仅是我们魔法世家在直播，所以而且今天快手小店官方快手小店呢也同步在转播我们的直播，对，所以呢，两边的朋友啊，一定要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起来啊，跟我和柯宇互动起来。嗯，那现在呢，我们面前的这两款产品，绿豆面膜和我们的黑面膜，逆时空黑面膜，都已经在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面了。如果大家需要购买的话，一定要去抓紧时间去买啊，因为我们送出的惊喜的礼品，像是卡套啦、明信片还有人形立牌，这些惊喜的礼品它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是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抓紧时间直接在我们下方的小黄车去购买就可以了。是的，在我们的下边小黄车去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购买啊。那不仅如此，除了这些惊喜礼品之外，我们还有更大的惊喜，那就是看一下，当当，是还是柯宇，只不过这个是亲笔签名版的礼品。哦，对，就是刚才你在后台签的，这个是全部都是由柯宇亲笔签名的一些惊喜啊，惊喜。那今天呢，我们会通过好运来的方式送给大家，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千万不要走开，同时要关注魔法世家以及加入魔法世家的官方粉丝团啊。那也请工作人员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样去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好，是的，宝宝们直接点击我们左上方的一个关注，嗯，再点一下小黄心花一块币就可以加入我们魔法世家的快手官方粉丝团了。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就马上来给大家送第一波的福利，好吗，柯宇？好。好，那这第一波的福利呢，有我们的绿豆泥膜，嗯，还有我们的黑面膜这两款产品，以及还有你亲签的明信片啊，还有亲签的明信片。来，想要的一定要在我们的屏幕上跟我们互动起来啊，把想要两个字打出来啊。如果说你的互动越多的话，你的中奖几率会越大。但是在送这个产品之前，我们要增加一点小小的难度啊，因为这个明信片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啊，它不是普通的这种明信片，它是签名版的。所以呢，我们要柯宇麻烦配合我们完成一个小小的任务。啊，嗯，完成任务。好，对，这个任务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应该是很简单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柯宇跳舞非常棒，是不是？是，想不想要柯宇现场跳舞？想要。好，想要的话啊，想要的话也是继续把这个欢呼声在我们的公屏上走一波啊。然后呢，这个任务就是等一下我们的音乐老师会随机放一首音乐，然后你根据这个音乐来跳一段舞，就是自己 freestyle 一下，然后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可以给大家送上我们的礼品了。好的，可以吗？可以啊，来继续啊，大家互动，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只要柯宇完成这段舞蹈，我们就可以送出绿豆面膜、逆时空面膜以及亲签的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啊！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呢，柯宇准备好了吗？嗯，好，可以站起来。要跳，可能要，对，可能给你的空间大，站起来跳，可以吧？好认真的，嗯，好，在哪里啊？站在这，这里是吧？对，这个白色的。好，音乐老师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倒数一下啊，倒数三个数，准备来音乐啊，三二一，音乐。好，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柯宇啊，谢谢柯宇。
好，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我看到评论都炸掉了，都说很帅啊，很帅，然后说这花手甩的很溜啊。谢谢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所以这个花手要不要现场给大家教学一下花手甩花手花手？好吧，我可以吗？可以可以，给大家现场教学一下花手。花手是一个需要你身体多个部位配合一起来完成的一个舞蹈动作。这么复杂？它不是很简单哦，不是光是手部运动，是不是？花手比较简单，嗯，就如果单花手的话，就这样摇，嗯，开始这样摇。其实我们团，嗯，的那个自我介绍的手势，就其实啊，就是一个这样子，对，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啊，明白明白。但它的精髓在于哪里？嗯、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变得很有味道，嗯，你要加律动。怎么加这个律动？嗯，又要来给大家展示了，辛苦可以。嗯，就是你的，我怎么记得我以前做过这个展示？反正就是你的胯，嗯，就左右的移动，胯轴，嗯，胯左右的移动，对，然后呢，左右移动，你的手，嗯，方向永远都和你的胯是反的。比如说你的胯在左边，嗯、你的手就要在这边、嗯；你的胯在右边，你的手就要在左边。啊、嗯，明白明白。这样是它的。基础律动算了，就教大家到这里，类似这个样子。谢谢谢谢周老师的现场教学啊，谢谢谢谢。那我们再一次把掌声和尖叫声送给柯宇。好，我们看到算完成任务了吗？对，算完成任务，也算挑战成功了。谢谢谢谢。然后呢，也感谢大家，就是感谢柯宇帮大家争取到了这一波福利，就是我们的绿豆泥浆面膜以及二裂酵母黑面膜啊。那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准备一下上好运来，好不好？那柯宇要跟我一起倒数五个数，我们把幸运的礼品送上。放上去让大家来参与好吗？来，我们一起准备倒数五四三二一，上好运来。是的，想要是的，铁子们直接点击我们右上方，待会儿会弹出这边一个好运来，直接点击一键去参与。这边有一些延时，可以稍微等待一下。一键去参与，发表我们的一个评论，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好运来的一个活动当中了。是的，铁铁们可以抓紧时间一键去参与啊。那刚才我们抽出的是我们的这个明信片，对不对？送出的是明信片。然后呢，刚才看到弹幕里面很多小伙伴都非常非常的想要。那我们接下来就用明信片来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嗯。然后这个游戏呢很简单，你可以先选择一张明信片。我好。选竖版、横版。好的，选 OK。都可以是吧？都可以，对，选竖版的。好，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我说你话”，就是呢，我会给你三个关键词，然后你根据这三个关键词自己理解一个答案，画在这个上面。考验你画工的时候到了。给我三个关键词，然后我要理解它、嗯。对，然后呢，根据这个关键词再把你的答案、认为的答案画在上面就 OK 了。好，嗯，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第一个是清洁，第二个温和，第三个细腻，猜一个护肤品。清洁、温和、温和、细腻，对，三个关键词，猜一个护肤品。好。嗯，这个应该很简单，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已经 有答案了是吧？那其实这个答案呢也是在我们桌面上的一款护肤品啊，它是我们魔法世家畅销14年的一款单品啊，畅销14年一款单品。如果说在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猜出来的话，可以把答案告诉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啊，然后也提示一下柯宇，提示一下柯宇啊，画得非常的认真啊，画得非常的认真。然后呢，这三个关键词呢，其实也是使用完我们这款产品的一个感受啊。首先，它的清洁力是非常强的，同时呢，它用在脸上也很温和，很温和。我觉得现在柯宇好像就在认真赶作业的那个学生，认真赶作业当中。完了完了，作业没写完，认真赶作业，熬夜赶作业。我画得很认真。哦，真的画得非常认真。真的画得非常认真。而且，但是我感觉从我这个角度好像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啊？我知道你已经，啊、哦，哇，好像，真的好像，就是我偷偷看了一下啊、哦，我先给柯宇一点掌声。掌声好，那画完了可以了吗？完成了是不是？完成，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摄影老师马上切个近景啊，大家知不知道柯宇画的是什么？看看你们有跟柯宇有没有默契啊，大家知道柯宇画的是什么吗？我你自己说一下吧，画的是什么？我画的是一颗绿豆，一颗但是大家要注意，它
就是它不是普通的一颗绿豆，我是打了高光的哦，打了高光的绿豆，难怪。好，非常好啊，谢谢柯宇啊，画的非常像啊，很传神。嗯，可能你不解释打光高光确实看不出来，是有那个就是有光泽的一颗绿豆、就好像是那个镜头就这样一闪，然后呢一个运镜过去，然后那个绿豆面膜上面增一束光，画的不是很成功感觉。可以，已经很成功了啊。那其实刚才说三个关键词，清洁、温和和细腻呢，其实就是用完魔法砂绿豆泥膜的一个感受啊，一个感受。然后呢，这款绿豆泥膜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它可以去有效的清洁毛孔，改善皮肤黑头、白头、闭口、粉刺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叫它毛孔吸尘器，因为它可以吸附毛孔里面的一些脏东西和垃圾。至今呢，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450多万瓶啊，所以它的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嗯，好，那今天这么优秀的绿豆泥膜呢，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福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一起来看一下。首先，购买我们的绿豆泥浆面膜，会给大家直接送到5片气垫补水面膜。这个面膜是有美白特征的，它可以去给我们的皮肤提亮肤色，同时补水。可以帮我拿一下，谢谢。好，它还有呢，同时还会送五片小口袋精华睡眠面膜，这个是又能当精华又能当面膜去用啊。同时还会送出10片绿豆泥膜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1件产品。今天在直播间的价格129块钱，129块钱。另外呢，还会送出3件柯宇的惊喜礼品，那就是我们的明信片。哎，怎么多一张？这不是加送吧？2张。来，会送出柯宇的明信片、人形立牌以及大家最最期待和想要的照片书啊！但是这3件惊喜礼品只有前1000名付款的朋友才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拼拼手速啊！一定要去拼拼手速。好，那么有清洁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去拍一下啊！我们一共有3个版本，想要美白提亮肤色的就选净白版，想要祛痘的，脸上有痘的就选祛痘版，想要提亮肤色又想清洁的就选我们的一个经典版，是一个全新升级版啊。那这里要麻烦柯宇跟我一起倒数5个数，把这个产品放到小黄车里面，让大家去根据需要购买。来，准备倒数5 4 3 2 1，想链接了啊，已经在我们下边小黄车的1号链接里面呢，也麻烦有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展示一下怎么样去购买。是的，铁子们直接点到我们下方小黄车，选择到我们1号链接，3个版本可供选择啊，宝宝直接去拍下付款，到手就有我们面前这么一大堆精美的礼品了。是的，我们看到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再去购买这个产品了，再去购买我们的绿豆产品了。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再来给大家加送一波福利？加送一波惊喜。好的，好吧，那只要是下了单的朋友都可以再加送一支绿豆泥膜啊，我们会有一支绿豆泥膜，再加送我们的刚才柯宇在后台给我们签名的人形立牌送给大家，就是一个绿豆泥膜再加一个签名的人形立牌送给大家。那这个是需要好运来的方式啊，那你是不是也给大家送一点祝福？祝大家好运爆棚，666。好，那也祝大家好运啊！祝大家好运。那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吗？好运来，让我们一起来倒数，把这个好运来上去，让大家去参与啊！来，我们一起准备倒数，5 4 3 2 1。好，上好运来。那工作人员也教一下大家怎么样去参与我们的活动。是的，铁子们，我们的好运来已经上到了我们右上方，直接轻轻一键去点击它，一键参与就可以获得我们一个好运来的一个福利了。是的，铁子们，抓紧时间去参与我们好运来的活动啊！参与我们好运来的活动，但是在参与之前，一定要记得先要关注我们魔法师家，同时关注魔法师家的粉丝团啊！一定要加入魔法师家的粉丝团。来，刚才说到我们的绿豆泥膜2个版本啊，它不仅可以去温和的清洁，同时它的质地也很细腻。那我们一起来给大家去上手看一下它的质地好不好？好呀。来，你选哪个新的全新升级版还是？全新升级版。那我来选这个旧的版本。好，
这个面膜真的无敌好闻，好闻是不是？就是感觉一闻就很治愈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的质地我们可以涂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是要用这个涂吗？对，用哪边都可以，两面都可以。我就直接用我的指甲涂吧，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绿豆面膜，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这个膏体很细腻。哎，我涂的不太够，可能要多涂一点，要涂到就我们平时涂的时候要涂到把你的那肤色覆盖掉，这样子为准。哎，你可以这样，不太会用这个挖。哦，要这个对，哦，这样挖，因为它是泥膜，对，可以了啊，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细腻，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微米级的超细高岭土，它这个膏体只有头发丝的1/20，非常非常的细，所以它是可以去深入到我们毛孔的深层，然后将毛孔里面的一些油脂啦、垃圾啦，还有一些脏东西全部都给吸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也叫毛孔吸尘器，它是可以去深层给我们皮肤去做清洁的。然后它这个技术其实是很厉害的，因为很多泥膜它的细腻程度是做不到这么细的，所以它的细腻程度只有头发丝的1/20。是的，来，那刚才我看到有小哥哥也在下边有上脸涂啊，那我们也请工作人员上来展示一下涂到全脸的一个是什么样的状态，看到吗？哦，也是非常润。其实他涂了很久了，就是因为他有点吓到了。没有，就是因为他虽然涂了很久了，但是他涂在脸上的话，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的细腻啊。然后呢，也不会很干。那好，谢谢工作人员的展示，谢谢。好，继续去享受我们的面膜。那柯宇，我知道你经常也有在用我们的这个清洁面膜去给皮肤做清洁，那你自己觉得敷在脸上的时候感受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因为它这两款是不一样的感觉，然后这个感觉敷到脸上就是它和你的皮肤很贴合。很贴合，因为它是就是这种涂抹式的面膜，所以它是可以完完全全的是去覆盖到我们的脸上的。然后呢，不管你是在工作或者是你在家里面的时候，都可以去随时随地给皮肤做一个深层的清洁啊，深层的清洁。好，那今天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129元的绿豆泥浆面膜啊，一共有三个版本。想祛痘就选祛痘版，想美白就选净白版，又想清洁又想提亮肤色就选我们的全新升级的经典版。那到手呢，就是我们这个牌子上面满满的21件产品，同时还会送出3件柯宇的惊喜礼品，我们明信片、人形立牌以及照片书，3件惊喜礼品。但是这3件惊喜礼品数量有限啊，只有前一千个拍下的帖子们啊，帖子们才能获得，是的啊，才能获得我们的优惠，所以大家。好，我的脸上有绿豆，没关系啊，绿豆跑到我脸上。好，那铁子们抓紧时间去下方小黄车的1号链接，在我们的正下方1号链接，抓紧时间去购买啊，抓紧时间去购买，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优惠啊。来，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绿豆泥膜。那在来之前呢，我们也其实也有在收集一些大家喜欢你的朋友对你的一些形容词，你要不要来看一下？哦，好呀。来看一下3个形容词，第一个1.9米，第二个第二个人间温柔，第三个就是饼王弟弟。然后这三个形容词你最喜欢哪一个？我吗？如果是你的话，我饼王吧。饼王弟弟是吗？为什么会选这个第一个？其实真的，首先没有1.9米，这个约等于1.9米，可以。然后人间温柔饼王，就饼王嘛，因为平时确实比较喜欢吃饼。对，那以后可以就是去那个魔法师家的老家广州，因为广州有很多点心。对，广州有很多点心。那其实这三个词背后都有一个隐藏任务，所以你要揭开它上面是有选，然后完成三个任务。完成一个。OK。完成一个，但是后面两个你也逃不掉。好，先完成一个，对。看一下饼王弟弟，直接给他撕起来。对，大饼一份。大饼一份，认真的吗？大饼一份就是给你准备了饼，然后现场吃饼。这也是大饼，这饼这么小。太小了，很小，小饼，小饼一份。好，那你可以尝一下，你可以，如果你想吃的话，可以尝一下。能吃得出来是什么饼吗？
纸巾。该不会是该不会是绿豆饼吧？毫无玄机，毫无悬念。好，放在旁边，随时想吃随时吃啊！来，这个是我们的是的，给柯宇准备了我们的绿豆饼啊。来，这里有纸巾，下面有水。好，给柯宇准备了绿豆饼啊。然后，因为你说你之前也有在用绿豆面膜嘛，那不知道你用就是你自己用绿豆面膜，跟你吃的这个饼，你感觉两个的味道怎么样？因为我们绿豆泥浆面膜里面也是添加了满满的这个绿豆的成分，绿豆皮和绿豆籽的成分，所以里面也是有绿豆的味道。我不知道真实的绿豆饼跟我们的面膜，你觉得这两个味道有什么区别？还是不太一样的。大不大？嗯，就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那种绿豆口味的绿豆雪糕，绿色心情，对。然后这个面膜的那个味道就和那个比较像。嗯，那绿豆饼，刚才那个绿豆饼它是属于还是有一点甜品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外面还有一层酥皮，就有点甜。对，然后它那个其实是不纯是绿豆的味道。但这个面膜的那个味道呢，很浓的绿豆味儿，对吧？再闻一下。但是其实它也不是说特别浓，就是有那种绿豆清香的感觉。是，对，有一股清香的感觉。所以说敷在脸上感觉就很治愈，被那个味道就被治愈到了。所以这款面膜，其实这款面膜它可以畅销14年，因为魔法世家14年嘛，今年。但这款面膜也是跟着魔法世家畅销了14年，所以我们也说这个面膜卖了14年，火了14年，也是因为很多人都被绿豆面膜的这种很淡的这种淡淡的绿豆味道给种草了。那这款绿豆面膜呢，它是可以去深层改善我们的皮肤毛孔里面有黑头白头闭口粉刺的问题的。那我们现在有3个版本啊，如果你是脸上有痘的话，可以直接去选祛痘版，如果你想要美白的话，可以选净白版，如果你既想美白既想提亮肤色，又想去做清洁，给皮肤做一个全方位的清洁的话，就去选我们的经典版。因为这个经典版我要特别说一下啊，经典版里面全新添加了烟酰胺的成分，烟酰胺就是给我们皮肤去提亮的，同时它还添加了积雪草跟金银花提取物，所以它在清洁提亮肤色的同时又非常非常的舒缓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购买。但是呢，更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经典版啊，经典版有3个版本可以选择。来，那今天买绿豆呢也是有非常大的优惠啊！再说一下，今天购买我们绿豆泥浆面膜，买一罐再加送一盒5片装的嫩白补水面膜啊，再加送5片嫩白补水气垫面膜，再送5包小口袋精华睡眠面膜，再送绿豆泥膜体验装整整10包，所以到手就是满满当当21件。同时我们还会送出柯宇的惊喜好礼，就是明信片、人形立牌一的，今天在直播间价格只要129元，129元啊！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绿豆泥膜的优惠啊，大家抓紧时间去我们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抓紧时间去购买啊，抓紧时间去购买。好，那我发现就是因为之前在拍 TVC 的时候我也跟柯宇见过面，然后包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现场，我发现你就是不管是正式上台还是在后边彩排的时候，都是感觉元气满满，然后呢状态非常非常的好，是不是因为跟大家太久没见了？对，确实，因为上一次就拍那个 TVC 的时候是蛮早以前的了，四月底的时候，对，那会儿我刚从创造营出来，对，然后好像那个时候是刚刚成团，对对对，那个时候刚成团，对，然后就我看今天这个照片就已经把回忆又拉回去了，就想起那个时候过得挺久的，因为其实那天真的非常非常辛苦，从早然后一直拍到了挺晚的，我记得好像天都黑了，也是在那个在一个北方城市，对，拍了一天。那那一天拍的时候，特别是你看到照片书，那回忆又拉回去了。那我们顺便啊，就回忆一下那天在 TVC 拍摄的时候，现场有没有你觉得让你印象非常深刻，或者是觉得很好玩的事情，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记得那天拍的时候有一个，我当时有一身白衣服，还有一身黑衣服，然后黑衣服的有一个景是要跳舞，那个井是在一个小水池子里面，对，它那个水就是还稍微挺深的，对对，然后导演给了我一个黑的面具，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接下来拍一个镜头需要你朝
镜头扔面具，嗯，但是你一定要扔的精确到就是它不可以碰到那个镜头，刚好从它旁边擦过去那样。这个要求太高了，难度太高了。然后我就那天就这样扔了好久好几遍，好多次，嗯，对，然后还一直在那个水里跳舞。嗯、那会儿其实还挺，天气还挺热的。热，对，可能在棚里比较热。对，在棚里面比较热，嗯、但是那个水那天弄的就是很湿，裤子都湿了，全部都是湿。所以就是为了拍这个片，然后为了呈现那个效果，是现场搭了一个有水的池子。对，你就在真的是在水里面跳舞。是在水。我们看到的水不是后期特效，不是。真的，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了，你们有没有看？有看了的快点在这个公屏上跟我们互动一下啊。那个有很多朋友都看了，然后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然后现在我手上这张，这个就是柯宇说的拿面。面具的那一张，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面、啊、对拿了一个面具，这个就是被柯宇扔了很多次的面具啊。那很多朋友呢，就是喜欢这一段呢，都是连幕后花絮都不放过，然后一直在催我们官方说还有花絮吗？什么都可以，我们想看花絮。所以今天你要不要情景重现一下？但是我们没有准备面具，但是你可以拿着产品来给大家就情景重现一下，然后摆几个 pose。好，重现我们的，就拿我们的这款黑面膜吧，拿这一个吧，拿这款黑面膜，有盒装的，有片装的，你可以随意发挥。有，就是你可以拿片装的，也可以拿盒装的，都拿可以啊。好，那我们准备好啊，准备好五个，对，五个 pose 可以吗？好，五个 pose。OK 吗？好，那在屏幕前的朋友们啊，千万别眨眼，手机准备好，随时截图啊。来，准备好了吗？可以，好了啊。那我们第一个一。好，第二个，好，第三个，好，第四个，我知道你第五个要往哪放了。好，第五个，第五个是两个人合体，合体了，对，合体了。好，感谢柯宇，谢谢，非常非常精彩哦，就是真的是神还原了。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魔法世家呢，它也是我们的一个王牌产品啊。然后呢，可以看到，其实我们魔法世家很多产品都是浅颜色的，但这一款它是一个全，就是它的包装是黑色的，非常非常的好看这个包装。然后你感觉这个包装怎么样？就当时你拿到这个包装的时候，挺好看的，很好看，就是科技，就觉得很有科技感，因为它上面有这种镭射的东西嘛，就很有科技感。对对对。所以但是呢，这个印在了我们的包装上面，看到吗？第一个10%的二裂酵母，第二个就是黑酵母，第三个就是烟酰胺。然后这个时候我要考一下我们的代言人，你知不知道二裂酵母这个成分？我知道，我专门了解过这个成分。专门去做个功课啊。二裂酵母是一种可以抗初老的成分，对抗初老的成分，对抗初老的成分。然后在这款面膜里面有10%的这个成分，10%的，完美完美，非常称职的代言人啊、哦！是的，二裂酵母呢，它是一个对抗初老的一个成分，非常经典的成分。那其实很多品牌的护肤品它里面都添加了这个成分，但是我们可以从包装上看到，魔法世家我们的添加量是足足10%。那这个高添加量的二裂酵母呢，其实真的现在有很少品牌可以把添加量做到这么高的。所以呢，这一片呢是相当于用了一整瓶的抗初老精华。是的，所以它的其实效果你可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尤其是那段时间，嗯，刚拍，很累，对，就是4-5月份的那段时间特别经常熬夜，就会去用它，嗯，那这一就会用，没错，这个就是它其实是可以给我们皮肤去做一个密集修护的，密集修护的。它一盒里面是整整10片面膜，就相当于有10瓶抗初老精华那么多啊。它是能够去保湿修护，同时去对抗肌肤的一些干燥啊、缺水啊，及比如说你出现了皮肤出现了一些干纹、细纹这些初老问题，它都可以去轻松应对。特别是现在，我不知道柯宇就是熬夜多不多，就除了工作之外，你如果说休息的时候有没有经常去熬夜？这两天还熬得挺多的，挺多的，对，对，就是工作还是工作啊，特别是经常去熬夜的朋友，其实都可以试一试我们这一款，因为其实经常熬夜的话确实对皮
皮肤的伤害还是挺大的啊。然后呢，这款面膜它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光滑水润，然后紧致有光泽。所以而且其实抗初老这件事情越早用越好，我们可以提前去预防我们肌肤的一些问题。然后这款面膜呢，它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去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状态，很年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喜欢你啊，所以在这里你是不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让大家不要经常熬夜，好好护肤。对，千万能不熬夜就不要熬夜。因为如果你少熬夜的话，你其实就可以没有那么多肌肤上面的烦恼。对，但是如果说大家有时候工作啊，或者是就平时生活当中有熬夜这样的状况的话，一定是要用面膜来及时修复。对，就是如果你熬了夜，你第二天或者是当天晚上你就边熬夜边用面膜也是 OK 的。对，也可以，对不对？也可以啊。好，来看一下这么好的一款产品啊，我们今天魔法世家给大家带来了怎么样的福利啊？今天这个产品真的哇，送好多，来买一盒逆时空黑面膜就加送一盒我们的嫩白补水面膜，加送一盒这个是美白保湿面膜，然后这个面膜它也是有高科技的成分在里面，就是它的面膜又叫火龙果面膜，因为它面膜就长这样。火龙果面膜。对，它面膜就长这样，你要不要打开一边看一下？它这个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就是它面膜就长这样，就是白色的膜布上面有黑色的点。好，拆开一片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叫做火龙果面膜啊，拆开之后大家就知道了。哇是不是很神奇？然后它上面呢均匀的分布了一粒一粒的小磁点，所以这个面膜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就是晚上敷的时候就悄悄一个人敷就可以了，就是不要到处走动，因为确实还挺密集，就是有密集恐惧症的可能会那个。但是这个面膜它的这个上面的小的这个磁点，它是可以跟它是磁，就是它是真的磁点，就我们自己用验钞机去用验的话，它是有那个磁场可以验得出来的。所以呢这个面膜呢它是可以跟我们的皮肤，因为人体它也是有这个磁性的嘛，它可以跟我们的皮肤去形成一个生物磁场。然后呢它这个面膜我们自己有在这个魔法实验室有做过实验，它的面膜比普通面膜的吸收和渗透力要高12倍。对，所以说今天这么好的一款面膜也是会送给大家，一盒也是10片，现在是20片了，对不对？哎，接下来送的东西厉害了，我们的嫩白补水气垫面膜，这个里面是有美白特征的，然后这个膜布呢又不一样了，它是像就是你有知道那个海绵吗？海绵 对，它的那个锁水能力是不是特别强？对，就是你看起来是干的，但一挤里面全部都是水。对，它的面膜的膜布的材质就是模仿了海绵的那种材质，所以它的储水力特别强。然后这款面膜敷30分钟都不会干，就是你一直敷30分钟，你这样一按它还是有那个海绵在渗进来，就是所以它叫气垫面膜，就有点像我们用的那个彩妆的那个气垫 BB 一样，就是你一按它有很多的精华液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呢今天我们又是一款不同材质的面膜，嫩白补水气垫面膜，今天直接给大家一盒两盒三盒，这三盒可以帮我拿一下啊，来四盒五盒六盒直接送六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产品本身和送出的美白磁点面膜，到手整整就是8盒面膜，足足有50片。来，我现在这样说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50片啊，给大家直接展示一下我们的50片面膜，有我们的二裂酵母面膜10片，还有我们的美白磁点面膜，就是我们的火龙果面膜有10片，还有满满当当30片嫩白补水气垫面膜，所以到手就是8盒面膜，满满当当的50片，今天在直播间只要199就可以把足足50片面膜带回去啊。好，谢谢工作人员，谢谢。好，那同时呢我们还会送出3件科宇的惊喜礼品，就是也是明信片啊，也是送这款明信片，然后还有照片书，这两个是跟绿豆送的一样，但是还有一款卡套，刚才是送人形立牌，这次是送这个小的卡套啊，小的卡套。但是这3件惊喜礼品在我跟科宇手上，3件惊喜礼品只有700份，是限量的啊，限量的只有700份，所以前700个付款成功的朋友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礼品啊，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礼品，满满当当的面膜都可以直接抱回家啊，就是我们面前满满当当的8盒面膜。好，那
可以麻烦跟我一起倒计时，我们把这个产品放到小黄车里，让大家去购买。来，准备倒数，5、4、3、2、1，上链接。好，请工作人员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购买。是的，铁子们直接点击我们下方小黄车，选择到我们一号链接，二列加我们的面膜，直接拍下付款就可以到手我们面前这么多精美的礼品了。是的，到手足足有50片啊，50片非常的多。然后呢，已经看到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在去购买的路上了。那我们可以马上来给大家再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是，今天就是感觉一直在送福利，一直在。这次是什么任务？这次就直接给大家送福利了，哦、没有任务。对，好的好的。来，这次呢就会给大家送我们的逆时空黑面膜，还有一个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亲笔签名的照片书，想不想要？想要。这个真的是这个礼品真的呼声最高，因为整整一本书，然后跟这两个都感觉都不一样，这个呼声非常高。哎，想要的在公屏上也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在公屏上互动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实时的互动和评论啊。来，我们工作人员也准备一下，准备把我们的照片书放到我们的好运来里边，让大家去参与。那柯宇，麻烦你也跟我一起倒数 好不好？来，准备倒数，5、4、3、2、1，上好运来。好运来。好，铁子们。好运来呀。好运，哎，那是好日子。是啊，铁子们直接点击我们右上角，好运来已经上线了，一键去参与，并且发表评论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签名版的照片书了。是的，想要中奖几率更大的啊，一定要记得关注魔法世家，同时加入魔法世家的官方粉丝团就可以了。好，那刚才有说到我们的，给大家展示了我们的这个美白词典面膜的一个质地。那其实这款二裂酵母面膜呢，它的面膜的材质也是膜布的材质，也是魔法世家创新研发的一款海豚皮仿生膜。海豚皮仿生膜，对，海豚皮，它像海豚皮啊，要不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吧。可以。海豚皮仿生，它就模仿海豚皮，就是海豚，大家应该都见过，它的那个皮肤表面是非常非常滑的。那我们的这款膜布也是非常的膜布。等我把它拆开，然后这里给打开，对，非常完整的一张面膜。对，非常完整的一片面膜，看来是经常敷面膜这手法。好，它的这个膜布，柯宇，你可以贴在手上试一下。可以你可以贴这面，然后把那个白色的撕掉。对，你可以先贴再撕，这样不是？没事，已经撕了。好的，好。海豚皮仿生，对，海豚皮仿生膜。然后这个膜布的结构是模仿我们皮肤的一个功能，它是可以智能去伸缩的，所以你这样拉扯一下，它其实是有弹性的。这个面膜拉一下，对，拉扯一下，它是有这个弹性的，就是它可以去智能的去伸缩。如果说你们没有摸过海豚的话，你可以买这个对，可以模拟一下海豚的那种感觉啊。对，好，那这个面膜呢，它是有这个模仿皮肤的功能，它可以智能去伸缩，然后呢它是可以牢牢的去贴合在我们里面。好，谢谢柯宇，来，这个我来收拾一下。好，那如果说你想要有你之前贴在脸上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面膜你贴在脸上的感觉是怎么样的？非常软，嗯，然后很就是软软糯糯的，嗯，软软糯糯的感觉，那个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然后很湿润。嗯，很润很软。那所以这个面膜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是在面膜的盒子上面也写了它的感受，就是软糯薄滑，软糯薄滑啊，可以，谢谢。软糯薄滑的一个感受啊，贴在脸上之后，所以呢，如果有抗初老需求的朋友，就可以直接点击我们在我们下边的小黄车的一号链接，可以直接去购买我们的这款逆时空黑面膜啊，逆时空黑面膜。然后呢，刚才我们就是有收集到三个形容你的词，我们只开了一个饼王弟弟，还有两个隐藏的词，要不要我们现在也把它打开？也要开吗？开吧，好吗？开吧，来，第一个是1.9米，要不就按顺序来吧，1.9米先。1.9米，行，1.9米，开1.9米。约等于1.9米，约等于1.9米，从下往上。哦。好，哇，分享自拍秘诀。分享自拍秘诀。我自拍为什么是一个男生会分享自拍秘诀？我的自拍没有很厉害，但是你有经常去拍一些硬照，或者是杂志，或者是这些就是产品的照片。嗯，所以
也有拍是吗？也 有。所以就是能不能比如说我们想拍比较酷的感觉，你能不能教大家两个 pose？ 哎，这个我可以吗？对，就是比较酷，就是我想我拿着吧。哦，拿着比较有安全感。好，手里拿点东西有安全感，比较酷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拿着。姿势，比较酷的两个 pose。比较酷的两个 pose 需要，一般就是大家去，如果你们也想拍照什么的话，首先要有一个好心情，然后你要想酷一点的话，你就不笑，然后盯着镜头看就好了。啊，就不笑，眼神定一点。对，那你来示范一下，可以吗？啊，就是或者你教大家秘诀也可以。对，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就是第一个是不要笑，第二个是眼神盯着那个镜，那会不会看起来有点呆啊？对，我现在其实也在想，是不是会有点呆？可能还是要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很酷的人。好，这是第一个自拍秘诀啊。第二个，如果像有一些女孩子想要拍的，或者是有一些男生想要拍一些有趣或者可爱的照片，有什么自拍秘诀？这个我就更不擅长了，有趣或者可爱一点，笑吧，笑，对，笑，然后有的时候可以就是露牙齿笑，然后可能就会看起来亲和力强一点，亲和力会强一点。所以如果想酷就不要笑，看着镜头；如果想可爱有趣一点，就要笑，不看镜头。对，这个东西，这个道理是就是万能的，万用的啊，哪里都可以。好，真的非常厉害。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形容词，人间温柔。人间温柔，打开看一下它的背后，安利逆时空黑面膜。那这样吧，既然我们这个词面是人间温柔，你能不能用这种温柔的方式来给大家安利？很温柔的方式，或者你选一个你比较擅长的方式也 OK。那就给大家安利，这一款黑面膜，我得想一想怎么安利。想一想，没关系，就是很好。那个。生活中需要忙碌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晚上工作结束回到家，多给自己一点休息的时间，好好吃个饭，好好睡个觉，好好敷一片黑面膜，然后睡一个好觉。睡好，好，非常棒，真的是好温柔。所以呢，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啊，忙碌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其实可以用面膜来放松一下我们整个心情，也可以用面膜来放松一下我们的皮肤，对不对？然后去睡一个好觉啊，去睡一个好觉，真的感觉温不温柔？够温柔了吧？我觉得非常温柔。好，这段非常的棒啊！那喜欢我们逆时空黑面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福利啊！今天在直播间购买199块钱，就可以获得整整8盒满满当当50片面膜，同时前700名拍下的朋友还会获得我们的明信片以及卡套和照片书3件惊喜礼品。这3件惊喜礼品只有700份，只有700份，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去我们下边小黄车1号链接去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啊，去直接购买就可以了。这里就是整整8盒产品，然后这八盒产品是不同的膜布。我们的逆时空黑面膜是一个海豚皮仿生膜布，然后这个美白磁点面膜呢，上面是有磁点啊，又叫火龙果面膜。火龙果，对，嫩白补水面膜，这个是有这个气垫材质的面膜，气垫材质，对，它是久敷不干的面膜，都很有特点。是的，都非常有特点啊！因为我们魔法世家是专研膜类14年，对，我们一直专注在膜类的上面，所以我们每一款面膜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啊。那今天呢，不管是在屏幕前看直播的朋友，还是在现场，都来了很多喜欢你的朋友，有没有喜欢柯宇的朋友在哪里？现场有很多啊，当然我这样屏幕前更多，屏幕前更多。那大家都希望说可以更加的去了解你啊。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快问快答环节，接下来就跟你来聊一聊，可以吗？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对自己身体最满意的3个地方，最满意的3个地方。眼、耳、鼻、嘴。耳鼻嘴，耳朵鼻子和嘴巴。耳朵鼻子和嘴巴，这个是五官。那其实这3个五官都是在我们、不，我要改一下、
我要再下一个，想一想，皮肤，皮肤，对，因为是因为这三个东西都长在皮肤上，是不是长在脸上？对，皮肤也可以这么理解啊。说到皮肤，真的，你的皮肤真的看起来很好，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是是是是，然后也很让人羡慕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的一个护肤的流程，或者有没有什么护肤的小诀窍？我觉得护肤小诀窍从第一步开始，其实我以前没有很擅长这件事，但后来我也自己尝试去了解了一下。首先你要做好清洁，一个就是清洁，就在你所有护肤步骤开始之前，你要先做好清洁。嗯，说到清洁，哎，什么东西清洁效果好？嗯，万事佳的绿豆面膜。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比较注重平时你的补水，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熬夜之后它皮肤确实会衰老，确实会衰老皮肤的急救，对，然后也要去就是维持它一个更好的状态。嗯，其实我觉得需要做的不是特别多，但是也一定要做，就可能有时候要贴一下面膜呀，面膜， 对， 对，然后可能注重自己的休息啊，这个样子。对，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一些步骤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清洁，第二个就是注重皮肤的补水，同时一定要注意休息，对不对？不要少一点熬夜，休息真的很重要。对，少一点熬夜，同时如果说你的年龄到了比如说25岁以上，我们就要注重抗初老的问题啊，不同的皮肤问题可以选用不同的产品去对抗啊，去对抗。然后其实面膜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急救护理，就是一个密集护理，同时也是一个急救护理。对，因为它里面的精华液非常多，就是在你贴面膜的15到20分钟里面，其实它是可以完全去放松舒缓，并且它可以去及时的给皮肤去补充一些水分的啊。那因为你的皮肤状态已经很好了，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当皮肤不好，就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困扰？也会有，也会有，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有很多因素，就有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城市，它不同的就是那个气候都会影响到我们皮肤状态，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时间周期我们的工作非常繁忙，然后就会连轴一直连轴转这样转，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就是去保证我们肌肤一定在一个什么样的很稳定的状态。对，所以这种时候就一定要用护肤，这样去来确保你起码还就是肌肤可以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很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如果去到不同城市的话，有的时候人都会水土不服，更不要说皮肤了。对，所以其实面膜这个东西是不管是旅行还是就是还是日常的出差，还是说我们平常在家里面的话，一定是居家常备的一个东西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护肤完成之后，哎，你看到皮肤里面，看到镜子里面的皮肤又变好一点了啊，又更加帅气了。如果这个时候要用一个表情来形容的话，我们给你准备了三个表情，你会选哪一个表情？好像这三个表情都挺适合的。一个是夜哇，你瞅啥啊？这是你瞅啥？这个吧，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表情。那能不能就是我们现场来模拟一下？比如说，哎，这是一个镜子，然后呢，你护肤完了，一看到镜子，哇，自己又比刚才变帅了。我护肤结束不会这样。好吧，那我来模拟一下。假设你护肤完成了，照照镜子，搞一个一，就看这个人。镜子在这里护肤完了。是的，这样，快看！对，他这个眉毛还挺难那个什么的，一高一低。对，一个是平的，一个是拐弯的。好，也非常可爱啊！好，谢谢柯宇，谢谢。其实，在就包括之前我们就拍 TVC 之前，然后呢没接触你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挺酷，因为看那个节目的时候觉得你是一个挺酷的人。但是我发现通过之前拍 TVC 包括今天在现场，我觉得你还是有自己可爱的一面，就不知道你生活中是怎么样的。我生活中酷一点，生活中就是这样，就是比较真实。对，就是看心情吧，看心情，有的时候可能工作累了就话比较少，如果休息得很充分就话比较多，就反正就不同的心情的状态去呈现。好的，那今天呢可以来到我们
快手官方直播间魔法师家这边呢，我们今天在现场一共给大家介绍了两款产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产品，如果你想要去给皮肤做一个深层清洁的话，就可以去用我们的绿豆泥浆面膜啊。今天买绿豆泥浆面膜到手整整是21件产品，还有3件我们的惊喜好礼，分别是我们的照片书、我们的人形立牌以及明信片。这3件惊喜礼品只有1000份啊，只有1000份。然后的话，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桌面上满满当当的8件我们的面膜，8盒面膜，然后8盒面膜整整到手是50片。这8盒面膜呢，我们购买的同时会送出我们的明信片、照片书以及卡套啊，这3件也是3件惊喜礼品，这个只有限量700份，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去买的话，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这个逆时空面膜呢，199块钱，绿豆泥浆面膜是129，现在在我们下方小黄车的1号链接和2号链接在下方啊，大家赶快去冲到小黄车里面。火速去购买啊！冲到小黄车，对，火速冲到小黄车去买。好，今天的时间呢过得非常非常的快，那今天呢也很开心啊，跟不管是跟魔法师家粉丝，还是跟柯宇喜欢柯宇的朋友，还是跟我们快手小店的这个粉丝们跟铁子们聊了很多有趣很有趣的内容，同时也聊了很多关于护肤的一些知识。那同时呢也送出了魔法师家很多的惊喜和礼品。那到这个最后结束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话跟一直守候在屏幕前的朋友们说的？想说的话很多。我想啊，首先最近天冷了，对，尤其是就是北京这边，天变得很冷，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感冒，不要生病，多穿衣服。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好好休息，对，注意自己身体的状态。还有自己肌肤的状态。是的，那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柯宇来到魔法师家快手官方直播间，那我们也期待下一次可以再次跟大家见面，好不好？ 好，辛苦柯宇，谢谢柯宇，谢谢，拜拜。谢谢柯宇，好，辛苦啦，谢谢，辛苦啦，拜拜。不辛苦，谢谢。好，谢谢柯宇，好，非常。